二号大金子产品。哎，好，学好。 吃面了，老规矩，加蛋不加葱。<笑>我打完这就住，就给你钱。哎呀，老陈，你看你忙的，哎，今天生意怎么样啊？那样。买彩票的人多，进去书店的人少，再这样下去，书店都要关了。哎呀，老陈，饿不死就行啊，想那么多干嘛？哎，这样，今天这碗面钱算我的。老魏，到来了，我要走了。